參加咗商會館嘅共商匯稅呢個活動嘅，都認識咗一啲需要揾新合作夥伴嘅，亦或者想拓展業務嘅朋友啦。咁未來生意嘅發展有一定嘅幫助嘅，都有參加過一啲展覽會啊、展銷會啊，咁個成效都係睇得到嘅。咁未來希望借住呢啲機會咧，就更加多可以推廣下我哋呢個品牌啦。我哋翠絲嘅品牌咧就係2020年設立嘅，個理念係源自絲綢之路嘅，就聯繫咗整個世界嘅各地嘅商人，將佢哋嘅好嘅嘢就帶翻嚟。咁例如緬甸嘅翡翠啦，又或者全世界各地嘅寶石啦。M 字頭就係買啦，咁 choice 咧就係 C 字頭，咁亦都聯繫翻我哋 Meridian Concepts 係寧達策劃嘅，作為全母公司嘅一個理念啦。我哋嘅獨特嘅之處咧，就係我哋有好多呢類型嘅裸石品牌優勢咧，呢啲寶石嘅來源，咁我哋有產地嘅 partner， 有部分係擁有一啲寶石嘅礦源咧，又或者係翡翠嘅最原始嘅來源，作為我哋合作嘅夥伴咧，就係能夠俾到一啲最優惠嘅價錢俾我哋。令到我哋嘅產品可以用一個非常之好嘅價格去增值，為大家服務咯。貨源優質，價錢唔貴，咁亦都有品質嘅保證嘅。呢一個係我哋嘅經營理念咯。我哋係作為一個服務性質咁去做，由揀選石開始咧，咁我哋可以幫個客設計到，譬如一系列嘅首飾啦，由耳環、戒指到一個吊墜。未來我亦都係積極咁樣培育緊我哋自己團隊，設計到一啲具國際視野嘅首飾，希望借助澳門嘅品牌、澳門自己嘅優勢，可以加入喺國內呢個龐大嘅市場，可以將澳門嘅品牌係一路咁樣帶出去俾全世界。請支持澳門品牌，澳門設計。